进行定点射箭，然后一个人有两箭的机会，依照射箭距离会有不同的压注赔率，成功射中的话可以获得压注的翻倍金额，五公尺翻一倍，十公尺翻两倍，十五公尺翻三倍，二十公尺翻四倍，最后二十五公尺翻五倍。哇，倍耶！加五百就2500。他刚刚说一个人有两件机会嘛，你第一个选定的位置射中了，才可以挑战更远的。哦，如果你没射中的话，就继续挑战，在同一个地方。那如果这个十五中，我后来又选二十又中，是取最佳成绩？对，最佳成绩啊！现在一开始每个人发200的任务金。哎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哇，还有任务金。好吧，没有，我你有前科，你自己先留，来一人拿200，然后存又有200块，五公尺的先，我要五公尺，我要，我要先，他不是可以挑战的吗？5公尺，要多少？欧印了，直接欧啊，好多钱哦，那个钱好多，怎么会这样？少一千吧，一，少100，二，三，四。5、6、7、8、9、900。你刚才不买东西？哇哇，他有900耶！他真的很聪明，他就在这里我在直接翻，我是笨蛋。歪掉，歪掉。手歪掉。歪掉，歪掉。手歪掉。有，我有1800，我已经这样就有1800了。哎，这样也太好了吧！你第一个射中了嘛？对。你要再往后挑战吗？要啊。我只能射中10嘛，25，没有你可以往后啊，15、20都可以啊，15，我挑战整个保底，15，那我们要过来喽，再往后一点嘛，都先发了，这么厉害，20啦，对啊，以你的能力一定是站到后面了，20啊，对，就是帅，中个5，然后直接跳呀，可以，到了20，到了20。你如果射到前面的 GoPro， 再加3000。哦，哎，旁边要小心啊！20跟15这个距离差很多哎，超远的，20很远，你看不到上面的东西了。好，20，20要赌就赌多一点哦。反正我1800了嘛，对哦，1800真的超多，真的很大力，他都还没有买东西啦。哇！哇！哇！谢谢，哇塞，哎，谢谢你们，我本来只要到15公尺的，是你们叫我20的，没中计哎，来，我们这边往后退，看到你谁不说他？这里一定说他的吧？哎，他很多钱哎，因为都没买东西啦，对啊，真的给，好夸张，都说了啦，大家都说了啦。你这应该一定要，有，帅。10还是15？哎，要挑战哪一个？二十啦！感受一下距离，我觉得15好了。好，我觉得我的赌运没有人福哥那么多。好，15，三倍哦！哦，差一点！哦，差一点！哇！啊，没有吗？差一点！哎，你插到那个纸的最边边，插到这个哎。好，所以耀威是。翻一倍，1600很强啦，1600很高啦，500块，哦，500哦，这个都是有刚刚有買，因为有5我们都他没有买，你也没买，哎、欸，耀威，你如果刚选10，搞不好你会射中，对，你有2倍，对，哦，有，好，来十五，来10还是15？你这边都修黑的，后面就是多的。如果你十 OK 的话，你搞不好2倍。可是如果你只有15，你是一倍而已。我跟你10就好了。好，我去10好。哎呦！不解这个架势有哦。啊！怎么这么高？我明明太高了。好，所以凯西获得的是1倍。哇，大家都好有钱哦！来，我突然觉得后面射的压力很大。对啊，越后面越紧张。
尾鱼，我在看他这样子的气势，他会是下一个丫头。三、四、应该就是七。来，他怎么买？应该就是床铺。他买完了吗？七百，你好扯哦！好有钱哦！好了，好不好设计这个一定中了。对啊。这没中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把钱吐出来，把钱吃进去。哦。来，十还是十五？十五。如果这边的话，就是1400+700，所以是。你就变2100啊！黄志武离你好远哦，天哪！哎呀，会抽中一张就中了。我在能力范围内做事就好。哇，拉得很有气势。哎，他不错。其实你拉弓的力道，你十五应该可以。对啊，你可以。当然没有啊，不行啊。好了，我们5公尺组的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10公尺组的。10公尺的，我好犹豫。有没有？举手。我好犹豫。你想？哦，三个。哎，你觉得我要从哪开始？我要你最少15开始。因为他是20都中。因为我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觉得你大概20都没有问题。观众的期望。你一定是15开始啦。但是万一没有，就什么钱？因为男生的力量。对，孙燕姿还是这样，我们两个直接25。反正两件机会啊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。我们两个吗？直接25，一进化来。好，最漂亮。哎，徐文大哥还在观众。抱歉。你要十吗？还是你要从哪一个？你是要10公尺开始？如果十就是这一轮就开始了。看一下15。哦好，15。那15就一位了，所以十都没有人哦。有三个女生，三个女生。好来。欧了，对啊，绝对欧吗？不欧不行。不是啊，我只能欧，我只有300块。你怎么这么少啊？你现在要200才是300。对啊，我就没有找到钱，都没有人相信我，真的没找到钱。可怜的吧？没有，因为他好像第一关玩游戏玩很久啊。哎，不要这样说，哥赞助你100块，赞助你200，凑100，500块。哥，我等一下反正也这样。哥。人家只有300耶！我可怜，我可怜。哎，他等于第一关只拿到一个，没有找到钱。100块是小颖哥发的，所以第一关什么都没有，是你一个盒子都没找到。没有，我就是在那边用那饼干呢。好可怜。好哀心的那个回答，我就在那用饼干了，好像也没用成功啦，但成功不会有钱，对啊，成功没有钱，所以这样压500，这样回想起来，要是我是你，刚刚5公尺我就先射了，因为我们刚刚没多想哦，有，大家都在那边扮猪吃老虎，对啊，1500，不，我跟你分享，25吗？25太远。我怎么可以射到啊？因为我刚刚的心理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15也是在蒙的，20也是要蒙，两个都要蒙，那我蒙赔率比较高的。怎么样？高一点，让它有那个抛物线。对。高一点。对，可以搞到上面。有，瞄靶的上面，靶的上面。我觉得有机会。有，我觉得可以。啊！方向，你的左右偏了，当然是可以。左右抓得到是有的，而且你的力量是够的。耶！对，这样少不少？天哪！三张，来，好可惜哦，我的。它是10公尺的。耶！你要先讲，等下可以买东西吃。可是我真的就是只有。哎，这种还有什么悄悄话可以讲？你刚刚跟他讲什么？他刚跟我说，你可以，你就拿少一点。那我说，可是我真的也只有300块啊。哥哥，人家只有。你刚刚有买东西吗？我没有买东西。你如果不赞助，就有差别待遇哦。你们干嘛？后面每个人都300吗？我来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游戏姐妹花，在上一关都在玩游戏，对，都被那个竹笋，怎么看我一辈子都不吃竹笋了，气死我了！真的没有。我分你100，刚刚还跟我谢谢，我分你100。你怎么那么好心啊？好，400。他占多少？400。400。哎，哥，叫哥哥就有了。好，我一样，他200，你也200，好不好？那这样还你100。一样凑500，我们凑500。谢谢哥哥。我们等一下看，我们等一下看林香他会不会给，林香也会叫他哥哥。对，加油！哎，糟糕，你手开始抖了。冷静。你手开始抖了。这是压了我所有财产哎。哇，他整个弓都在抖，他整个人都在抖哎。你好像在跳 popping。你好像在跳 popping。可惜。我不想
没关系，还有一件，还有一件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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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射中，要射中，不要浪费了。第二件有中，好好来来来，太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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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去领钱去领钱，好赞赞赞赞赞赞赞，1500 1500 OK， 换林香，下一个林香，好要压住，你要压多少？压住压多少？压多少？压住，他领500，500，这个时候赶，这个时候赶快赶快，整个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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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刚人家是都没有吃东西，你吃那么饱，你一上来就在说，哎，我你那个你那个水饺，你这样你这样就偏袒啊，为什么他们两个女生有他就没有？我们完全没有，不是。因为你们选，你们选50公尺的、啊，你们一个700，一个800的，在那里跟人家讲说没有，我才500。各位观众啊，你要知道，他们两个，我们是有一年多的情感，每周相处。爸爸。选手，我跟你讲，亏我刚才觉得你超帅，换大哥，换大哥，换大哥，亏我刚才觉得你超帅。啊啊，惨了惨了，学恩大哥最受不了这种事，钱会掏光的。绝对没有问题。哇，我剩没多少，就全给你。哇，不行啊。你自己还要压住的，要不要自己要留100？天生外之物，我留100就好。所以他给你200，对，然后你自己留100就好。留100就好。人家能当哥就是这样，留100就好。太好了，我等一下如果赢的话，我就会把这个还给你。好，怕被观众骂，那我这400是？对啊。凑500嘛。凑500，凑500。哦 ，OK OK。谢谢哥哥。这样。OK， 好，你要那你要压多少？你要压多少？翻。我压。不是，我压900。不是，你不是只剩200，你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再怎么样，你牺牲100，你都多了一个干女儿了，对不对？我牺牲100，你知道难过是那牺牲200。那不是200，900。哇，还有这种的。900，如果10公尺重的话，就是1800。真的，这些女生哦，我跟你讲，女生的话真的不能信，男生哦，真的不会中了。好会啊！你会落惨了你。对啊，本金款。好，哦哦哦，好，好，赶快换一个吧。哎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，会中哦。中啊，那个他应该会中。他的姿势蛮好的。哦，1800，1800，20，20，你要往后，1800嘛，就往后了，可以呀，15吗？等下15，好，不是没机会了，他的姿势其实蛮好的，哦。棒棒，好，我们借你本金赚的花算你的，谢谢你刚刚赞助，不，这种女生，这种女生好，你不要你我跟你讲，我好说不要哎，我差点还了，不是我赞助你，你有赚的钱是你的，但本金要还回来嘛，你出道那么久，我们没有会在意那100块，100块而已。阿赫，我下次，这样讲嘛哈，突然你这样讲，我回答，好，哥哥，我下次送你一本我的写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行，你说这么算，我只要我下次送你一本我的写真。哎，好，再500，再500。我有赚到写真 ，OK 了啦 ，OK，OK，OK。十五公尺的是刚才学恩大哥要选的，对，至少200哈。有，他也只有100啊，100而已，100啊，他只有100，好像100，那感觉我们应该给他哎，元辅哥。你如果让徐恒大哥开口叫你哥，你会折寿啊！干爹，300，一次公平啊！他问你多少？他剩100嘛？他就剩100啊！咱查甫人参详一下，我这300、这400赞助你，啊有赚你把本金还我，啊赚的归你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赞助我，你就拿着，我就归你了。你对自己这么没信心？没什么信心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不选5？对啊，那你刚刚不站在5的人？在我们那边，我讲真的，如果说真的是射中了，胜之不武，开玩笑。哦，站远一点就没什么。
话，这局不会难看。哦，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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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这个战略，这样力量不够，这样力量不够。要拉住，你这力量不够啦。对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哦。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哦。再一次，还有一次。很明显他是瞄准 GoPro， 对，瞄准 GoPro。还有一次机会，还有一次机会。我想徐亨大哥刚刚有提到，因为他们以前拍戏都是骑马射箭，嗯，站着他不大会，站着他不会，所以他需要骑兵。对啊，谁谁对。好，你等一下，让我看。我想狗也没关系啊，今天是狗。啊，这里有一匹马，木马。我好害怕，往后一点。哦，哎，他这样的酷帅，他的眼神刚刚不一样哦，他骑马就不一样了。哦哟，哦哦哦哦。啊。哦哦哦哦。你这个把是有点歪的，出歪那么多。没有，因为这我们这个马不会动，马会动，对，要会动，要算那个距离。那会动的马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好吧？来，主谋，来，主谋，主谋，主谋。好，所以徐恩大哥100块没收，没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那就剩我们两个了嘛。好，25的，25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没有，说了啦，说哈，对啊，700。你一定要说啊，不然你不可能跟我拼啊！哦，好紧张哦，很远呢，哇，很远呢，哇，很远呢，哇，有点跟我要一点，再要一点。我看你好像抓蛮高的，差一点点，然后方向是没那么准。哇！哇！又瞄太高。因为你距离越长你一点点调整其实影响就很大。因为我抓了大概的那个距离，但是我这次下降的位置没有第一件多啊，400。对，我有可能，我有可能现在就变贫穷，试试看。哇，25如果中正太帅了啦。对啊，现在可以，可以。哦。待会你们会看到一个9宫格，它里面有不同的分数，然后队员要轮流丢生啤酒的钢桶。钢桶很重哎，我会很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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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生啤酒钢没有哇！我其实力气大，其实还是有点重量。力气好大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有点。这个没有，是我拿，你去拿一下，拿一下。蛮重，很好。对今天来讲超硬，很重啊！女生丢，我觉得女生丢远可能会有问题。就这样拿蛮重，但是你要抛的话，要丢的话，老是要丢。李湘，你拿一下，你让我看你拿。你像骨折啊，骨折！哦，岔出来了。你好油哦！你怎么那么油？你跟说女生要配合一下，他要配合演出一下。所以要丢这个，丢这个钢桶到9宫格区，里面有不同分数嘛，然后累积总分较高的队伍获胜。好，来丢的姿势呢可以任选，但是不能用滚的，而且至少要转一圈。一圈，钢瓶要转一圈，人转一圈。我们这个男生跟女生丢的起点位置不一样哦，女生比较近。哦，对啊对啊，要不然我们这资深组的，那这样资深的跟年轻的应该也要有点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们对对啊，你这样讲合理啊，只分男女，合理合理合理。为什么？年纪没差太多。我们这个分不是叫什么经验老年组、青年组，我们这个从头到尾都是分，是一个我们一边叫做经验老道组，经验老道组，一边叫做年少轻狂组，年少轻狂，啊，合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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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不自卑，年少轻狂，我觉得这个分组的名字听起来舒服多了，他们就是很喜欢，因为迟早我们有一天也会分到另外那边，对，所以我们也要顾虑一下，要顾虑一下，对对对，是压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差几个月而已。好，还是要抽这个优势牌，年龄优势牌。那优势有什么？来抽了，这再给你。女生抽，年少轻狂组，最幸运的人去。林香啊，林香，林香。骨折组，骨折组。中年优势，中年优势就是青年组要穿健康步道拖鞋。真的，他没有要让他们助跑的意思，哎，没有要让。我们健康步道鞋是特制的。那拖鞋他已经穿过吧？穿过，它是带旋钮的。嗯，就是真的刺激穴道的那种。对，刺激穴道。对不起，没事了。如果是抽到青年优势的话，是中年组要戴老花眼镜丢了。不是花眼镜，我们这里还好吗？哎，你会看不清，看不清楚啊，看不清楚。本身没有镜。对啊，你会看得很晕哎。然后年轻人都觉得很 OK。不要鞋子，你就拿你那一副就好了。对啊。
你试戴看看怎么样？为什么是我？你试戴，没有你才会知道说我们戴的这个也很痛苦啊。不会啊，好了，提早试验一下。还行啦，你已经有老花了，你已经有老花，这样就老花。你觉得还行？难免的，啊，我不能叫他，我不能叫他是，因为他的表面年纪跟那个不一样啊。那个最年轻的，最年轻的戴一下，真假的是头晕。但是林湘，我就一直觉得他好像近视很深。为什么？你要戴了还要看字，今天天气也亮，你要戴了还要看字，会头晕吗？看得清楚吗？看得出来，是不中年优势？对不对？哇，然后就看过了，头会很晕。你如果这样看不。出来，那你是不识字就不是老花。为什么林湘戴上这眼镜，我就有角色扮演的感觉？不好意思讲，对，是不是？是有角色扮演，觉得扮演老师还是老师？对对对，这很过分。哎，你会不舒服吗？不会，就是看不太，就是不是那一种。那我们就直接就位了，他们也直接换鞋就位了。哎，对对 ，OK。我不喜欢，刚刚跳对，我不喜欢背面的吗？很丑，我不能走。好痛哦，我不敢走。你好不好看着没事？你好不好怎么办到的？学应该理不起来。应该问说你都没感觉。我怎么可能没感觉？我不是老了，我超痛的好不好？老了才没感觉嘞。很优雅。哎，可是你刚刚超优雅。他只有带老。真的我也优雅。对。好的，这个我们的舞台就在前面了。然后蓝队也已经换上了他们的按摩鞋。哎，他们年少轻狂组真的就是年少轻狂，都不会痛的感觉耶。轻狂组都不讲话了吗？好厉害哦！你看你这个，好厉害哦！你看你这个，没感觉，没感觉，我不要吃徐丽宁那，我好厉害，你好像很厉害呀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还，这个感觉，感觉好狠哦。对啊，但是都没有感觉，重点是，重点是想要林湘。你刚刚走过去，他跟阿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不用踩到他自己就痛了。不要哭！直接把鞋套丢掉。哎呦喂！哎，杨子怡都不会痛啊。我还好呢。他好像说久了会痛，可是站着还好。站着不动是还 OK。你们哦，真的都没有专业。嗯。因为专业的表演者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，都要拿出艺人最完美的那一面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对，你就像啦啦队，每次跳舞都那个笑容满面的。跟一下，跟一下，你们跟一下，那圈圈起来，这样示范一下什么叫专业的。专业专业，带动看看带动谁，带动谁，快快。表情还是一样要甜美。要干嘛？选一个球员跳。你们两个都会的，对。两个都会的。开始。可以，可以。林湘刚刚跳的时候就有点辣拍了，太痛。哎，他们笑容没变呢。对，哎，好专业哦，笑容都没有变。林湘都不想讲话。哇！哎，他们这个真的是超专业的，算是不错啦。你们也习惯一下你们的脚底按摩。对，让你们先来了解。那我们先来，中年队先来。所以第一棒是谁？我施明帅，好，明帅先来，帅哥先来，帅哥是从蓝色的地方丢哦。好，施明帅的我们的第一个哈，第一个他跑会来不及跑，一次机会吗？一次一次一次，其实我觉得你先求进就好，九分，不能过蓝线。他可以住，哎，这样好可怕！哇啊，这样好可怕！哇啊，是呀是呀，完了，哎，他落点是在六。这个距离跟这个重量，它落地之后一定还会再往前跑，对，不好拿捏、啊。那所以应该丢一，丢一，让它滚到一或九，五九五六九，看它滚哪一个。对啊，哦，青年队一个，青年队一个，放在我身上，好啊。好，我觉得要用力一点。哎，杨子怡都不会痛，不公平啊！不是真的不公平。对啊，真的要用力一点啊！我好不容易有优势。哇塞！哎，林湘，那你要那个，哇塞，截一下力道，截一下力道。我们这边都小，这样用甩的。力道。阿德达利哦！阿德达利！阿德达利哦！阿德达利！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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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厉害，成功！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它会降旋，就是它会降旋。我想，你就这样，然后转圈。对。对对对对，我想要这样，我想要，我先吗？好好好，我先，好来哟，我要发了，我要发了，四分，
分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这样抛可以，这样抛这样抛这样比较好，这样比较好。可是老实说，转完一圈的方向跟力道还蛮难拿捏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目前领先，领先领先。群群 OK 吗？我先吗？你先。因为我觉得经验老道的这个组别就是懂得思考。你把他三昧针我拍掉了啦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呦，有点撞，对不对？发现自己有点撞。脚好像蛮轻的，可是脚好痛啦。阿伯，哎，你这像阿伯哎，你这搬水桶的阿伯哎，要记得转一圈哦。而且你这穿棉裤，感觉起来更像阿伯。好难哦，我先转一圈。对，好，转完了，转完了。从下面，从下面，从下面往上。哇！加油！哇！加油！四分！哇！耶耶耶！是京东啊！爱奇先来了，爱奇。好好，爱奇，爱奇，爱奇。其实照他的方法，照他的方法。加油，加油！先求有。大格子里面哦。啊！啊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那有二的二，有这样子也有啊。我们这是标准的，落地在外面，滚进去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派出林香。林香，你的策略是什么？先走到那边。林香看起来也好可怜哦。你刚走出来的时候，你刚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全部都会想跑走，因为你好像丧尸哦。完了，我们一个阿伯，一个丧尸。丧尸，丧尸，这有办法进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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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转圈，要转圈哦。转完要丢啊。来看哪一边？我发现再漂亮的女生哈，扛这个都不好看。有有，直接两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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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瞄准两分，加油加油！啊，加油！他变形了！他变形了！还能演呢？所以到目前为止，两边的分数是一模一样的，六比六，六比六。欣欣姐来，啊，九分了。我很难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可能，我觉得欣姐可以，没有一样球友，球友，就是反正往大格子里面丢就好了。反正我可以定期丢嘛。妈，你们戴老花眼镜？不用。真的吗？是不用。欣姐，好好，我先转，我先转。好，现在六比六，一定要敲钱。啊！有！哎，滚滚滚滚滚滚！是。是砸了！哎，他刚刚的落地是在这里，这多可怕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草皮都被翻起来了，脚这边也踩到一个。对，就这边，然后这样滚进去。接下来轮到花花了嘛，对不对？花花九分。哎喂，没有那么远了，这样远吗？太远了，大家都是从这边准备的。没有啦，哥哥近一点，往九分丢。往九分吗？对对对。你又不是我们这队的。被发现。花花是个变数哦，你九门的都差不多分数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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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换策略。哎呦，他的感受，感受用哪一个方式抛比较好？不要直接转圈就好了。不晓得谁给他什么主意。你在干嘛？我们在练，我们在两圈，两圈，两圈，哇！两圈，哇！两圈，哇！哎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没有离手，他没有离手，没有离手，对吧？他在试感觉，就跟我们去跳高空弹跳一样，要一二三，耶！弹跳，那就算了，还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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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有离手。你们在那边模拟了一大堆战略，但这战略很鸟哎，因为这个不行，动向不会是这样子吧？因为我刚刚想说是这样，对，啊，你不要受伤就好了。再给我，再给我，再打一圈，一圈就好了。哎呀！哎呦！过去！哎呀！耶！很痛，我们落后三分。谁？是换人不够？没有落后三分，分的啦。可是他们还有一棒，除非我拿到三分以上，然后他们呢要零分滚出去。可是许梦哲不可能对啊，这样太不保险。太大力，对。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也是要搏。是九分的，刚刚是个八分。如果出界就出界啊，八分好像也不错，八分比较容易耶。文哥，你麦要不要比啊？哎你，哎你的麦，你的麦别在地上哎。你不想说，你先找不到位了。
写走五八尾了。对，因为我最近在练不同的地方发声。哦，对，我最近试着用这个地方发声。之前是腹语，现在练臀语。臀语，臀语，臀语，一样是两片肉。八八八八。好了，好人普身负重任。九吗？哈，九。哇，这真的有点。打保龄球，真的蛮难。过关机器 ，Go。哦哦哦！呀！四分，两分我们平手，七，我只要不出界，十二比十一，我们，他们十一啊，对，所以孟哲只要两分以上。哎呀，好，可以的。其实孟哲只要丢进这九宫格，再烂都平手啊。对，只要不要出界就好，你可以。啊啊啊啊！对不起啊！啊，对不起啊！你刚刚那个是真的有想要置他于死地的，而且概念呢？其实我蛮痛的，因为我刚手是压着他，然后他一起来之后，他在踩我，我的手就下去了。哎，不是你捅，为什么我们都要互相伤害呢？节目是一时的，对，你的肩膀之前有受伤，而且你这样用力推，你没有暖身情况，你再受伤要受伤一年，你腰才刚好。对，哎，你们两个不要浪费太多力气，不要干扰我们队长。输了就输了，没关系，你这样子受伤了不？得不偿失啊，那你就不轻轻丢就好了嘛。对啊，真的是中年队，然后话好多。好，我感受一下这个重量。我会扭伤，会扭伤，会扭伤。我会扭伤。不行啊，你没暖身这样不行啊。可以，可以。他哦，等一下，真的，真的很痛，超痛的，超痛。加油！不会转，他不会旋转。你可以。他从以前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旋转。差一点点，差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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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真的很痛哎。OK， 恭喜年少轻狂队获胜。吃东西，吃东西。